大家好，我是美美媳妇儿。国家的帮助，2019年我成了一个绿峰合作社。今年我种的三千亩地的西红柿，西红柿成功了。今天开始收的那这个西红柿。种这个地离不开大家的努力。现在收的我们这个西红柿完全红色，爸爸又要工作，对的，如愿，对多。我有新疆这个地，闻到特别好的，白天晚上不一样，所以这个种西红柿，你看入多，天天的，所以这是做贯通非常好的。谢谢公司钱，谢谢。 我们这次合作社送来这是个工人钱，不掏钱，对，这草儿一干完，这是马上给你付掉，大家高兴，我也高兴。现在我们的新疆的西红柿是已经完整的栽培了。现在我们的西红柿机器收到，送到厂子，6个小时间边境酱，世界标准的酱。 这个十几个国家是我们的新疆的酱。我这个种这个地，让挣钱了，挣钱了嘛，这是可买了个车。我看的日子嘛，以后嘛越来越好了。爸爸，我们来了。爷爷，我们来了。今天我们合作社挣了就是100多万，啊，我们盖了一栋房子，180平方。 孩子们过来可以住下去，这个一个人付不算付，大家一起付，明年的计划，农行有5000亩地，大家一起发财，我很高兴。